脚下有，脚下。不用一点，那个都没了。哦。对，现在就是没有怪了。我点完油桶要打开一超。所以那个燃烧瓶子了吗？是啊，我已经点我点死了。哦，你在那边可以打就对了。对啊，我在那边就。牛逼。所以你开完再跳上来都来得及吗？ 我开完，然后我跳盖那个铁桶，然后你帮我打铁桶的，就是平台。哦，我们就互打，对吧？所以这里会有燃烧瓶吗？不会。不，有蓝，有那个蓝圈在这一栋，但是你这边看你看得不到，你看这个窗户。是可以，可我就啤酒慢慢点而已啊，我没信心啊。 我有一个盐酸可以保你，所以我先看手榴弹嘛，先盯手榴弹。看手榴弹有没有出来？哎呦，他出来了，那就不用打了，他出来了。哦，知道。打我一下，没打。好了，没了。 确实，确实。所以你这个不能装快扩嘛？可以。装了，已经装了。这已经它的最快的装弹速度了。然后这边等下会有，这边我想，这边要往前冲，去打那个有一个连接的。冲到底。我通常如果没什么男的，小只的我就先杀，没有脸的我就先杀。啊，我们杀干净，我们最后再去打那个脸的。就是因为他。 哦，没关系，他只会追一个嘛，好吧，就轮。啊。冲！等一下，先拉一下状态吧。 这个东西，吃吗？还是不用？对啊，随便啊，反正你够多嘛，对不对？就还是十二瓶的，我不知道什么少不了啊。啊，这边又减，啊，所以还是十二瓶，这边又减，所以还是十二瓶。这是十三瓶。啊，数学懵了。哎，我有个这个。 我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丢，但我很喜欢把它丢掉，我觉得很……那个就是把拿来丢，把他们自盲，对对对，可以先把他们自盲。可是我要想到啊，太这不太会去丢的东西。C4，C4一定要捡。嗯，这里我记得都会出来吗？右边跟前面那个会爆。好，先。 我打右边，啊没事，我拉回来，就拉一条线打，就好。像边走边打，我觉得简单呐、啊。我先随便丢一罐好了，不捡不捡吧，不捡。 说的也是，不减排不减。你火药罐身上放几罐啊？我剩下十三呢，我也减不下来。哎，丢一点啊！什么最赞啊？应该是这个治疗瓶这个最赞的空间。对啊，一个就15了呢。哦。
大炮也大炮也蛮赞的，大炮也蛮赞。大炮我留八个或五到八个、哦，太多太多，我三个而已。因为我觉得大炮不常吃。哦，对哦，不常。而且他一个屎哎、欸，很多哎、欸，他一个战屎，你直接切一半掉、啊。拿来捡一些可以做手弹的垃圾也好，这个引下来吧，要吗？先引下来打好了。引啊，我引。你就边打边拉，我打分了。好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这卡住了就先不要。跳嘞！跳嘞！漂亮！你那边到现在到底现在有没有下雨？没有下雨没有。那跟我们是台风，操！上班了，我上班没钱了。拉网了，拉网了。你够吗？你条件够吗？等我炮枪为止啊！你知道你。行啊，就是一条线，其实就很无脑。这里是有工作台，诶，不是，这边没有，还有没有什么要紧？你状态怎么永远都满的、啊？我先看一下，等一下哦，诶，应该在这边，这边有一个工作台，诶，对，没有错，这边继续走，然后等一下再转角会有个工作台，然后这边要先打左边的。好啦，然后等一下走到红色筒子，欸、不用走了，直接过来。等一下走到红色筒子的时候，左边这一区会刷一区，对，这边进去。Okay. 我看一下，那你就站着吧，别把这只杀掉。哎，出来了，不要再出来了，是。打后面的，我打前面的，还蛮少只的。好，就拼时间。哎，刚才又丢到蓝色的。对啊，你看可以吃三次。真的？哦，我想要快满了，那个。哎 ，C4 哎。我一颗，你们信不信？我捡到一堆垃圾，我看我可以做哪些酒瓶子吧。看一下，我们需要做超级磁环暖泥哦。欸，我怎么还做不出来？哦，我没有那根巧克力棒那个，还真的都没看到哎、欸。有啦，还蛮多的，这边就一个啦。这边就这边总共就可以做一根呢，做一罐呢。空瓶，然后粘着剂，然后其他我有，我就没有那个粘合剂，超强粘合剂。所以你要做到顶吗？要做顶，一定要做顶，做顶才能站，让他们站着。啊、那给你丢吗？可以吗？我想一下、哦，我要丢 C4 还是要丢那个？看一下。哦，你说车库哦？对啊。我觉得好像不是很值得炸车库，因为炸了就。跑不掉了，对我来说啊，你在那边丢，你势必就是要被群围殴。我做一个车，我还做盐酸呢、啊，盐酸类的，盐酸我也可以拿来做车库。看一下，反正我等下就给他扇一巴掌丢啊，手都给他。好，那就我丢 C4，然后我先丢完碗，你再丢 C4。
你懂吗？他们因为丢完软泥，他会站住，你知道吗？站着。所以你还是讲，就是先杀车库那。那个车库太多只了，主要是车库上都算一般怪不是？啊，因为主要是要让 tank 站住啊，你懂吗？上去吧，绕一圈吧，站住。好好，跑下去吧。去啊，你去。哎，干，他去追你了。还要他的那个白痴一，没子弹啊，换子弹。哎、欸，后头有人，我后面有人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先走出去死路了。不是，是走不出去，我被后面卡住了。Okay. 为什么后面？没事，地板丢一块，很补，补起来，这还是蛮。我既然是整一个人走，你不要两个人同时上。没了就走回来。没了，现在可以下来，可以下来。我吃个东西好了。捡完之后就是这个、啊、地铁站，有那个，啊、来吧 ，MK14 玩一下吧。来个，还有什么？不然就来个第二个大枪啊！我觉得至少一个没子弹，你先来玩一下。686，不然你做一把出来啊！你也做个O12吧之类的，来做一把O12。你不要做O12，真的不要做O12，做 N249。你做 N249。N29真爽，真的爽。等一下，我看看怎么做。怎么教一下那个？先小枪，然后再 P18C， 然后再任何一把冲锋枪，然后再那个。哎呀，所以哦，UMP， 不要抓钩杀、哦。哎，这边写 UMP， 哎、欸，所以 UDI 可以。我看一下 UDI 可以，哎、欸，不行 UMP。UMP。UMP 要哦 ，UMP 要18C。18C，UMP， 对，什么事情？哎、欸，然后还要再做那个，然后快扩要再个快扩，哎、欸，好，先快扩再换子弹，换你那、這个。等一下，我还要再做一个快扩。第一个对吧？对哈。对吧？求稳啊，然后就带两把，应该比较不会输。至少还可以泡一把，然后先补一下。干你娘嘞！对不起，老三。真的不能讲，按五，真的会崩。我们再收一下，等一下待会兒再做一颗。我刚才把那彩二丢掉在这边。我是有这个，你看哪个可以？强效的。啊，你要我要插一个，一般最难点。我没有，我插一个酒精而已。酒精。这个。酒精，破坏脑神经。难怪你又飘这种虾米。哎、欸，拜托，之前看他们跟董同梯的去喝酒。谁在那边模仿董存董什么的？好肥，哎，强效粘着剂有没有？有，漂亮，再来。我捡到一个西风。可怜啊，真的可怜。B
鼻酸，令人鼻酸。你要讲那个、啊、令人鼻酸。令人鼻酸啊！先去跑。现在把他叫住，叫过来。哎，你子弹 OK 好，我2200。有需要吗？我2200。我够够够，我4000的。4000。然后把他叫过来。好，叫过来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那我们打到这里就差不多赢了吧？反正刚刚可以卡上面。对啊，对啊，你家卡上面啦、啊，我先那个、啊。哦，哎、欸，这样车库也不用丢啊，我们就卡上面就好了。而且你开完再跑过来，来不及吗？来得及吧？没、欸，好像也来得及哈、哦。对啊，我觉得就不要丢了，就我们上来慢慢弄。反正也不会有那个丢火的嘛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丢火的。我印象没有啊。音箱会牵线而已，牵线是确定的。然后那个化学博士，嗯，好，那我就先，你先上去啊，你先上去。先拉状态好了，先拉状态。哎、欸，你好。先把吃满一下，你怕吧？个八豆腰。等一下，还没，还不行。我记得还有一波，可是我忘记要怎么把它吸出来，叫出来。我们有一波，多两个左边右边走一出不是吗？嗯，不然先走一走，看可不可以把它弄出来。不能的话，我们再两个人一起走。主要是这个门，这个门要先。对，你我看一下啊，这个门要先破掉。这个门破掉之后，后面的门也会破掉。这个你们看那边。这个不就这一波吧？我觉得，哎、欸，好像这边你那个，你等下看后面右后面这一波，后面这边你等下站这边，这边会有一波、嗯、这个门。等下啊，我们你讲的这波应该是用触发的，不是用发电机。不是用发电机，是用触发的，所以我看一下。反正发电机可以开嘛，那就开啊。反正多。不是，我看人家打是先叫出来才去开发电机的，我忘记是触发什么鬼。我就以因为他打怪的立场，你纯跑应该是跑的来跳啊，纯跑就好了，因为你打一定会慢啊。好，就用吧。我先背 C4 给你啊。忽然，来喽。还没。先跑，用跑的，不要打，打会死。喂，打会死啊？没有骗你啊，打会死，你先上来，先上。不是，那个有一个那个，我就知道有一个医生，我就对，所以我才说我要先处理啊，那个医生，到时候又会有一个人要先下来。对。那我不动啊。那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没事，我自己处理，我自己。没有，就有个黑色的那个。好了 ，OK 了。啊，打医生有什么差别？对不对？啊，没有，那医生呢、啊？那个就是要先把它处理掉啊。医生会怎样？他不就放那个？医生就是牵线的、啊。对啊。对啊，没喽。来得及啊，来得及。莫慌，莫害怕，站好就好。就可以玩一下手上的东西嘛。欸，水机关没 tank 吗？有吧，我记得有。好，来有 tank。我操，三分之一，好像也不用玩成这样啊，就打一打而已。用线等下最后再打就好了，就是要先打线。那个线又没关系，反正线都千小时的嘛，又不是千 tank。你如果说欠 tank， 就是欠 tank， 就是 tank。好，等一下还打几个？反正小的最好先杀掉，我再处理，没办法打。啊、输掉了，打。人在哪里啊？我医生在这边。
到。太浪费了。好悲哦、喔欸，一直跑。哦，你在打线哦、喔？对啊，我在。哦，刚好看得到。我也来看一下。好，别动，来哦、喔，来来、喔。哇，我被打掉了。没有没有，這是打另外一只而已。好，死掉了，死掉了。剩谁？啊，胖子。剩 tank。我敢，我跳这里，哎、欸，刚好饿，我先跳。我挑这里，然后赢，要我再吃一个。应该其实不用了，我们两个下去就好了，够了，应该剩没几只了。我先看谁会来。跟你捏，跟你捏，跟你捏。哎呀，你还太点了。这里都等一下来就好了。我想要干，我打那么多只了。你都一个人下来才能触发人来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耶。等一下。那好爽啊！打不到，不到，不到。请问，请问他是打输吗？是的。OK。啊，简单被你讲这么难。啊，如果我们来。拱形拱形哎，不就死定了？再上来，拱形拱形。你看，就这两个前面那两个低能，可能被拱形拱形哎。结果你到现在没用过 N29。有，刚救你的时候拿了。我操！妖气。没东西，酒瓶、火药、番茄酱。腰带啦。腰带。带是什么？嗯，你腰带啊，腰带就降低饥饿值啊。